近更新的电影都是有一丢丢柔软的贴着，好久没有任何了。最近活捉了一部能刺激神经的爽片，一发来自电锯之父雷诺诺尔的 B 级电影，杀不了你期待的小众口。澳大利亚惊悚科幻片升级 Upgrade 升级 Upgrade 2018豆瓣评分 8.0， 导演雷诺诺尔，主演罗格纳希尔、格林梅拉里任略和哈里森吉尔伯特森、本尼迪克哈迪克里斯托图卡比更多。类型动作科幻惊悚，制片国家地区澳大利亚，上映日期2018-03-10西南天南电影节2018-06-01美国影名三，上映期早已解释了二级电影。那么今天有小伙伴又要问了，什么是一级？通常所说的电影分级是指从内容尺度、观众年龄上进行区别，但是 B 级是从制作投入上划分的等级，指的是低预算拍出来的影片，一般没有大牌明星参与，所以会刻意挑选大众喜欢的类型，比如恐怖片、黑帮片、软型作等等。升级是一部本仅仅用$600万完成的电影，男主照一看还以为是潘老师，然而潘老师一个人的片酬就够拍二部升级的 SO， 男主只是长得很像 BAT，演技很歪在电影最初吸引小一的还是温子仁背后的男人雷诺诺尔，这个创造了我巨大爷的男人，他是电锯惊魂的编剧，这部升级由他自编自导。至于影片内容，咱们视频里赖关注密室欢乐不错过。